来到了犬山城的马茨里。马茨里。印度亚麻酒。哦，萨卡纳茨里啊，钓鱼。那边还有卖手牛舌的，胖。嫩瓜。炸鸡块。还有烤串儿。超级热闹，广岛风的 okonomiyaki。 哇哦，欧姆里尼，哦 cabbage， 看上去好得劲啊。这边有 yakisoba， 炒面，土豆片，看那边的土豆好多。这边的特点就是一整个土豆，然后切成片儿炸出来的。这边有琥珀糖，琥珀糖我也是第一次见。这边是这个饼，然后卷起来，然后上面可以加鸡蛋，然后 sauce 还有葱啥的。看前面。撑着那个布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东西都是第一次看见。我感觉跟那个国内的那个狮子一样，跟这个稍稍有点简陋。搔首弄姿。这样的，这边还有打鼓的，还有吹箫的，哇哦！哦，这边还有铁巴，看这个大圈的肉，苹果，苹果。吗？哦，这个还有前行种的甜甜的饼，培根，嘿，忘记了。哦，这边还有日本就非常特色的烤鱿鱼，哇，那个好大只，鱿鱼须，但是鱿鱼须从味道上来说是不好吃的。哎，又看到一个没有见过的。看这个蒸炉，これ何何ポテト？啊，然后这是黄油土豆，还有穿和服的漂亮小姐姐，めちゃ可愛い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找漂亮的小姐姐拍照，一休尼一休尼。非常非常可爱和善良的小姐姐。中国料理啊，印度咖喱料理，外面还有卖啤酒的。看，这是马茨里凯椒，在右边转站，右边房车，大概走了30分钟吧，我们终于到了这边犬山城的下边了。看这上面那个尖尖的，就是犬山城，上面好多人呀。下边广场就是马茨里的最重要的地方，也不知道这是几点开始。这个给你们留。看那边冻着呢，这正宗的人力车，大家都在后面推着，后面车，后面车轮全是人力推的。
また玉手箱を開けると煙とともに体の大きなに顔が変わる。うわあ！哇，这下面全人。买一个卡拉给炸鸡块，这是500日元的 M set 的炸鸡块。Estamos comiendo un poco de pollo frito que acá le llaman cara de buenazo, riquísimo。看这只小狗狗，可爱一点。